其实我加入 ODC 哦，也是非常非常偶然之下的哦，就是通过我这个朋友我的上线本人，他跟我分享这个 ODC 这间公司哦。那时候我也是感觉半信半疑，他一直在跟我讲 ODC， 我又听听了又没有进脑的，只是听罢了哦。所以那时候他跟我讲了好几次过后呢，我就想到底是什么来的 ODC。说因为那时候同时又还没有开车了，又很新，那么就他一直不断的跟我讲之后呢，最后呢他叫我去那个中国广州去上一个课程 ODC 一个课程，他就跟我讲不如你去吧你去上那个课程。那么 那时候他跟我讲13天，那个课程呢是由我们日本的老师跟我分析一点产品。那么那我听过之后呢，我又想到如果我要更加了解的话，我还是要去听一下去看一下。那时候我就又带了我两个身边的朋友跟我一起去。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带着一个心情就是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来的。在那两天的课程里面呢，给我发现到它的产品真的不一样，它的产品的效果，它在做那个示范的时候demo 示范的时候，我看到之前之后的效果很明确很明显，只是喷头皮也能够看到我的脸丰满起来，那个我觉得很惊讶，我看到到底这个产品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就是在两天 training 之后呢，我就了解到原来这个产品呢的 base 是讲青年子海酒菌，所以呢海酒菌我知道海酒菌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不过我没有想到在产品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的所有的产品里面，包括头皮啊脸部啊都会有海虫菌。那我是觉得第一次我真的感觉到这个产品非常非常好，所以呢我就开始去对这个 ODC 的事业呢就开始有兴趣了。上课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用产品，我不是没有什么加入，那时候公司还没有 ready， 也没有真的开张的时候，只是我是 testing 产品。那么在我 testing 的产品的时候呢，给我看到的是我一位朋友的老婆，她很认真去用她的头皮 scalp， 她本来是整个头都是白头发的，就白头发，她的老婆跟我讲，她白头发已经30多年，从来没有黑头发过。就是因为我看到他，是我亲眼看到他用了这个产品过后他真的头发黑头发伸出来那时候我看了我自己都吓一跳，我说这么棒的产品这个生意这个生意肯定有得做，这个市场会很大很大。因为呢我知道呢白头发是不可能的啦，因为我也知道我本身也是有白头发，就我们本身呢，我们女孩子是比较容易去卡了，我们会玩我们的头发啦，我们是会去 take care， 但是男孩子不会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事业 ODC 真的一直办得很好，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说好，我真的要用我的心去好好的去做这个事业起来。讲到看帅了的就说一个人白头发的我肯定因为太多人了，现在的人不管你的年龄几大，我甚至有听过一些人他年纪也不是说很大，30多40岁也开始生白发了，我相信呢这是一个抗衰老的开始。所以呢这个产品 ODC 能够帮到每一个人的头发大为健康，尤其是头发也能够白发也能够升回黑发，那个市场是肯定很大的。我的工作范围呢，我会尽量去分享我更多更多的身边的朋友开始是我身边的朋友
跟他们分享 ODC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好的一个产品。从我的身边的人分享过后呢，就开始去发展下去哦。就是说在这两个月里面呢，我们刚刚开始也是不久，在这两个月开始过后呢，我发现到哦，那些人有一些人我不认识的，我突然间是通过一个朋友这样子认识过后，我又去到别的地方认识更多的人的需求，他们也是要找一个好的产品，也是讲到头皮，也是讲如果能够帮到我脱发的话，如果能够帮到我的头发健康起来的话，开始生黑发的话呢，哇，我就是要找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也开心。所以当我一直不断地介绍，一直不断地讲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发现到我会帮助会更多的人哦，尤其是在 ODC 这方面，这个产品里面哦，我可以，我相信我可以以后呢发展下去，会帮到很多人，尤其是头皮的。开心，我也是看到，最重要是看到他们用了产品的效果。如果他们来跟我讲，嘿，我的头发又开始生黑了，我的脸又开始年轻了，他一直分享他们的喜悦，他们的效果，那个我是最开心的。我希望我能够带领到我一般我的伙伴们，带领他们来到 ODC， 能够找到他们的他们要的，就是说能够帮到他们的，改善他们的生活，能够给他们在 ODC， 如果需要产品那方面帮到，就很好哦。那么最重要的，我也是看到事业方面的，如果能够在 ODC 能够帮他们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事业的话呢，给他们在这边能够去到一个最高峰，赚到更多的钱，那个是我。真的唯一的信念就是这边，我也希望哦，这一次呢，我在这间公司 ODC， 我也希望能够再次下去帮助，被更多的人得到成功。心态一定要正确的心态 ，always positive。我本身是这样的哦，因为呢，我是一个，我会随随便便去讲一件事情的，我每一样东西都是从我心中那边，我感觉心中那边分析出来的，所以心态呢一定要有那个 positive 的，最重要是给他们有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给他们有一个肯定的那种叮咛啊，就是说我时常都跟他们讲的。如果你要成功，你自己本身是最重要。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事业这么好，但是你的心态也要 positive， 你一定要讲哦，我一定可以的，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如果你对自己不相信，我肯定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每一次我都跟他们讲哦，你我时常讲一句英文，act as if you will be， 一定要你自己 act， 你可以的，你就可以的。在未来，如果我在ODC 那边呢，我能够创造到这个事业成功的话呢，我 my mission is， 我希望呢，在我赚到钱，我希望我一定要帮助怎么讲呢？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我时常都有想。如果我真的能够，我一定要做多一点慈善，那个是我的理想。Actually， 我本身呢 ，I like to travel around， so， 我的计划，我是想，就是说，几天我们在马来西亚开车，我们也是在马来西亚开车。我的计划呢，我希望我能够去国际说，当我去到每一个国家 ，OK。能我都能够去那边做到一份的事业在那边，说那个是我唯一的计划了，目前了。